棒球经典赛的台湾赛事已经圆满结束，球迷热烈的参与让运彩的销售突破了10亿。运彩工会呢也非常大方的送出了500份的鸡排来庆祝哟。中华民国运动彩券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何玉琪，2023年3月13号兑现中华队获胜打赢荷兰队就送500份鸡排的承诺，结果造成位在台中市南区南平路的运彩工会前面大排长龙，500份鸡排一下就送光了。中华队加油一下，加油加油，好，支持中华队，哎，中华队加油。这场发送鸡排的活动原本预计下午5点开始，但是不到4点，运彩工会前面已经出现排队的民众，人龙延伸100-200多公尺。立委黄国书服务处主任曾淑文也到场一起帮忙发送鸡排，场面欢乐，反应相当温馨热烈。今仔日的活动就是中华队，啊，咱就赢迄个荷兰队啦，吼，咱的祭品文就是安尼，吼，啊，希望大家吼，以后鸡排摕了后，以后继续支持咱台湾的国球、棒球，安尼好无？何玉琪理事长表示，经典赛 A 组赛事虽然已经告一段落，但是各组还有20多场的赛事，预估运彩销售可以突破15亿。希望大家力挺中华队，让我们各项体育成绩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棒。记者陈文旭、李佳晶台中报道。